雷达在哦，你这身衣服，你这身衣服，哦，天哪，果然好丑啊！怎么是这个样子？感觉这个开发组他们的审美不行啊！好丑，我不要了，你不用投给我了。哦，是这个样子。啊，有。哦。看到我了吗？我下来了。哎，好像这不见。哎哎，你别把你烧死！哦，我差点死了刚刚。对呀，刚才你都红了。哦天哪！卡住了。哎，什么呀？狼狼，你天哪，哪有这样的呀？哎，我去复活你。你复活我也没用啊，你能不能跑？哎，我们天呀，什么也没有。来，捡武器，捡武器。啊 ，shit！ 不是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你又死了。嗯。天哪，我别把我复活了，这个损失经验的。我们重生得。我也死了。重生，天哪！这是什么呀？出师不利，所以我们重新进吧。不不不，这没法重新开始，你发现没？这个地图要么就直接消失。啊！而且我，你看受到经验值扣除的惩罚，你别起来啊，我去救你。不会找到窗户，确定在随机位置重生吗？那这个狼没走啊？我，对啊，我做一些武器之后再过去啊。那万一你正好落他脑袋上了呢？那我这个降落舱就把他烧死了。哦，我们是这种什么高科技人类的这个宇航员吗？啊，我哦，那个狼那是什么？为什么有感叹号？难道？不知道，对，我不敢下去。天，你在那边捡东西。我怕下去就，问题是他为什么对我呈现感叹号啊？我只能隐身，偷的，赶紧捡武器，捡武器，造宝刀，赶紧造。哦，异星的天真蓝呀！还差一个石块。啊，狼走了。狼走了吗？走了，我这边是没看着。啊，什么呀？下来就被咬死了。石块，石块，石头，石头。嗯、不是 easy 模式吗？好、哦，有小刀了。嗯，这样，先可以防身。你刚才是谁？还要直接去拿东西呢？那你看，就是那只狼。他来了。他不是狼，是鹿。啊，是他是他被我吓了。对，我一直是被一只鹿。天哪，我这出生点有点远，等我哈。啊，我不急，我在这看异星的天好蓝呀。你说你下来，你还没事呢，你还说，哎，我去拿了几个雷达。你在哪？你看我的登陆舱，我就在登陆舱边上。天哪！你要早点喊有狼，我就从登陆舱出去了。哎，我可以搜光你。啊？嗯？我说你早点还有狼，我不从登陆舱出去，我也不会死那么惨。那出来之后狼才出来的，他之前就躲在一旁，知道吗？我在石头这边当毛哈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赶紧赶紧赶紧！不是我要养石和吃的，我要死了。我给你扔莓果，先咬几口莓果哈。哦。养石。那赶紧先造个那个镐头。对，我跳起来，我就疯狂的满地找东西。我看见养石了，这有养。拿。这儿。啊，这地图上看不到你啊。我还在登陆舱附近。哦，来这个登陆舱动作后面。这有块养石，我想砍养石。我正在砍。快来了吗？来了。那我没看到你啊！怎么还有尸体？等会儿，我在后面呢。我等会儿搜刮一下这是什么呀？啊，你先拿这个六个西啊。嗯。然后你赶紧造个什么镐头什么的。哦。刚刚以为果然是异星啊！即使是初始任务，也不能掉以轻心啊！我好气哦！传说中的落地成盒，还是渴呀，没有吃的呀。我们
拿好武器和吃的之后，马上去那个进发到那个补给箱那边去哈，拿雷的。哎，狼看到了，你先别动，我现在有四发弓箭，应该够吧？哎呀，浪费了一发。哦，直接打掉了他的下颚。我现在只想找吃的，我现在在追星，一门心。不是有很多莓果吗？没有很多莓果呀，就那七个吃完了。那你赶紧，我们技能不还留着吗？我们现在不算是新手，赶紧弄个鹰。哎，我去喝水去了。狼果然是成群结队行动啊。嗯，我先去水边喝水了哈。嗯。小心啊，是不是离我太远了？把斧头也做了，你几个木头？我赶紧做个篝火，弄吃的吧。哇，怎么一下子给我们打回原形了？刚刚以为我们现在有点厉害了。我们只不过才五级。但是我们五级了呀。啊，我现在可以建基地了。我们等。建基地是等到那个拿了雷达之后在那建基地。你先过来给我弄吃的吧，我要饿死了。你在河边是吗？对，我一直靠吃果子在那块续命呢。我在那块放了个那个萤火哈。萤火啊，去抓条鱼。好，再烤三个火哈，烤三个肉哈。嗯，我抓条鱼。我把这个花收集了，这个花很有用，可以做药。那个鱼肉烤好了，然后我们就走哈。嗯。那几个肉我应该现在，即使饱了，现在应该直接吃了才对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要那个。要那个 buff 嘛，是吧？你氧气养食什么够吗？边去那个边采就行啊。换位是这不能不能标记？我跟着你走了。嗯，跟着我走哈。嗯。哎，看到了，旁边还有可可。你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说旁边有什么狼呢。哦。你先观察一下，不要急着拿哈，不要急着拿。哦，这还有个，我还有刺了一下啊。上面写啥？你看弄得还像模像样，哎，我们俩在这儿抱着一个，就像原始人看到一个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一样。好，我们穷人家的孩子，我拿了哈。嗯。哦，雷达，哎，怎么只有一个呀？可能拿一个。啊，就这用这一个在三个地方进行探测是吧？嗯。哦。好，我们去哪儿？我们。哦，一共需要这三个地方。我们先去最近的地方，我们得看点。那这样的话，直接我们就拿着武器，然后过去就行了，用不着剑吧？应该用不着剑什么？你得升级啊。对啊，边过去边采集嘛。我们先去一个地方看看吧。那晚上怎么过呀？啊？那晚上怎么过呀？也不能就一直在外面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晚上肯定要盖个房子。对啊，还有下雨天什么打雷什么怎么办？那这样。我先拿好木头什么的，拿着带着那个建小盖小屋的材料，或者直接盖好，你到那儿砍不行吗？不是，那个比较远，我们去的路上会黑呀，是不是？嗯，那就建一个最基础的结构呗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所以就带些那个材料嘛，建筑材料，然后跑过去，然后跑着天黑了，我们就就地搭建啊。好吧。嗯。因为你现在如果你在这搭建的话，那你得等到晚上还有很长时间呢。嗯。有道理。什么？没事。狼吗？没有，木头搞到我这边了，吓我一跳。我们这次任务哈、啊、有点胆战心惊是吗？就因为落地成盒。啊，也采一些那个养食。嗯。怎么有时候砍木头还没有经验呢？我发现，砍木头是只有第一下给300经验，是吗？嗯，就砍到那一下啊，所以砍木头其实从升级层面来讲的话不太合适。
比起这个采矿。这我们可以一直砍倒，然后不要剩下的。那它这木头就浪费了。哦、木头会腐坏吗？腐蚀吗？反正我们又不在这常住。嗯，也可以，所以你看。我发现了财富密码。喂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差点像瓦尔海姆事件重演。对，我好，我看看我现在能够。啊！怎么了？你是自己撞树上了吗？哦，然后我现在是什么？撞伤了呗。啊，但是轻伤。哎呀！受了轻伤，获得的经验值降低，给我。经验值降低25%。给你绷带呀，你过来。可以使用血液稀释剂治疗，或者随时间自行恢复。你有血液稀释剂吗？我啥也没做呢。就你不就现在也 只能做绷带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没学，我给你绷带啊。先给吧绷带，但是，哦，暴风一样来的。嗯，准备好啊。嗯。拿到了吗？啊，哎，它还滚！哎呦哎呦，它还滚呢，这还。骂谁呢？砍木头，砍木头，赶紧准备盖房。我先看看现在材料够不够？盖多大的呢？就盖一个最小的。四个地板，不是得，但怎么也得能铺开营火和那个床啊，是吧？六格大的吧，六格。一块地板就能放。放两个吗？放两个床。那就四个吧。四个的话，这个地基需要木梁，需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需要九个。然后地板四个，木地板四个。啊，把这个木头做成这个建材的话，它重量会变得更轻。然后墙壁的话。需要8个是吧？8面墙，这墙需要8个。墙需要8个。啊，左上角可以看到，制作物品也给经验哈。嗯。所以我没事一两套错不能带。但我的经验条呢？我的经验条怎么不见了？它有时不时的会那样。是吗？嗯。需要一个门，木门。你去找养石去了哈，我没有氧气了。然后屋顶的话需要这个也需要8个。好，建材有了，够了。你需要那个准备那个能做床的那个材料。床，需要那个皮子什么？对啊，你得。知道多需要多少个两张床？两张床皮革，40个皮子，20个皮革，40个毛皮是吗？毛皮好少。哎，哦，可以在地图上设置标记啊，然后在上面这个雷达上面就显示。哦，你现在还背着雷达呢，你还不太一碰。这个氧气你要采吗？因为我刚才踩了一下。哦，现在是属于暴风雨当中吗？对啊。那没事了，你走吧，你顶着这个暴风雨走吧。哦，我现在属于受伤了。你用绷带了吗？没有，绷带没有。这个杀。哦，别。哎呀，我现在刚那个这个撞伤快要好，又什么中毒了吧？这细菌，这什么疾？痢疾？痢疾？疟疾？让我拉肚子，食物营养减50%。可使用抗寄生虫药治疗或者自行恢复。药现在都没有。我现在都只能自行恢复是吗？我你看这个我也可以研究做药，我想等10级直接做更好的药。
但是基础的可能，要不然我们没法到不了初级，懂吗？啊，有路，路在过河。哎呀，我百发百中了。我先看看毛、哦、好多南瓜呀、啊、这块毛皮需要四十个是吗？嗯，确定毛皮需要这么多？不是、啊、不是皮革，你再看一下，毛皮四十一个床，二十个，两个床四十个，皮革一个床十个，两个床、哦、好吧，那毛皮很少啊，皮革很多。嗯，不如他知道。跟上了吗？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个火把？这样，对，我在这准备造火把。对啊，要不然你怎么定位我？你看我现在就有点找不到你了。你能看到我吗？我先点火把，点了火把你就能看见我。看到我了吗？点了是吧？嗯。你蹦一蹦啊！看到看到，哎，不是不是，看到看到，好好。嗯。果然还是有火把，会有效果的。嗯，我给你。你别扔地上，扔地上。到这个没有这个，不是，我不扔着点着的，我扔那个没点着的。好好，拿到了吗？我拿到了。狼哦，我们左边这边有只狼。行，看到了吗？还二级的啊，我先发制人。先发是狼 ，miss。好，死了。来了，看看我们今晚能不能睡床。毛皮，一共需要二十张。一共需要四十个毛皮，二十个皮革。那毛皮还差25个。嗯，就天黑了，天黑了吗？还是这个丛林这边？天黑了吧？你看一下时间，我现在才7:46。应该是丛林比较茂密。你在哪儿呢？你又不点火把，我也找不着你。你盘古吃肉先。啊，看到了。嗯。我总怕点潮了吧？对啊，所以啊，就是点完之后马上扑灭。把我的火把灭了。哦，什么情况？你点着火把，我跟着你走啊。如果一直这么蹦的话，它应该不会烧着吧？它只是在一个地方站久了，它才才会烧。哎，前面好像还有一个瀑布。我们这个路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我没看，我跟着你走。你不是队长吗？等一下，哎，这没路。我看一下地图哈。嗯。是这个方向。哦，我装一下氧气，我要没有氧气。哦，天哪！你看这个地图，得这么再往下走。好远，我们要绕圈。我给你，比较远哈。我在这儿呢，我跟上来了。那氧气贼小，哦、我已经垮了。这个氧气一起踩吧，你也带上。我这块你踩吧，我给你点火。我现在氧气刚装备上了几十块。好。硫磺是不是也得采一些啊？硫磺是做那个烈士火把什么的，是吧？嗯、对啊，所以你采一些吧。你如果你背包有空位多的话，好，稍微敲一些就行。那你给我点着。嗯嗯。好，我看一下地图啊，所以我得把火把收起来啊。嗯，不是，那我开火吧，咱俩只能有一个人开火吧。好，接着走。南瓜，嗯，我采了一些南瓜装在身上。你一会儿需要吃东西了，我们可以停下来采。我感觉你把我领到悬崖了呢。对对，有点感觉是到了悬崖。嗯。果然，从这儿摔下去吧，啊不是那个。摔下去是什么鬼？感觉可以下去，嗯，没有那么。好好好，下去。现在晚上10点，嗯，不错，我们摸黑赶路啊，就节省了好多时间。嗯，不过我们可以完全睡一觉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也不知道，那我们造了房子的意义是什么？不就是晚上可以过去吗？啊，我们没有皮毛。啊，对，没有床。你的饥饿值怎么样？你肚子饿不？我一直有吃东西。那我看一下我这个物品栏啊，有要坏的东西，我得把它吃了。好了，哎，你着火了。哦，没事，这空地应该不会烧着。天哪，我又停下来吃一下那个野果。你就把地我把60多个野果一下吃完了。我们得好了，我们得
往右边走了，但是右边是我们应该白天赶路，晚上啥也看不清，你看路我们都看不见，能爬上去吗？哦，你看天空，嗯，好漂亮啊。嗯，是他们的月亮哈。嗯，就是国外的，就是那个外星的月亮更圆是吗？嗯，就感觉它很漂亮，很近好像。啊，它有两个月亮一样的东西，那边还有一个啊，这应该是他们的北极星啊，好亮是。哇，所以我们跨过了好大的一个山脉。嗯，我们走的肯定不是最优路线。不是，是最优路线。啊，你看那个地图。前面那个是狼吗？啊，狼。你稍微慢点走，我看不到你的火光了。啊，好了，行了。人呢？你能看到我吗？我从黑暗中一下冒出来。它这个光线什么的做的还都挺好。对啊，对啊，就弄得晚上的话就那种特别黑暗，嗯、黑暗的感觉。嗯，这游戏一个人感觉危机四伏的感觉。我们会不会遇到熊啊？我就这么一直跑。对啊，这个地点我们快到了，会不会不会这么容易啊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已经？我觉得应该在这先打猎。然后呢？然后把船混上，然后复活点、哦，就以防发生万一哈。对啊对啊，因为再跑一趟会崩溃吗？行。我在这盖房子。说不定这个，对，说不定这个位置就有什么什么。熊应该不至于，现在才第二个任务，但是有可能。哪来的自信熊不至于？这个游戏落地就能让你遇着狼。对，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几只狼。几只狼的话，咱俩其实可以拼一下。但是熊的话，我那边也看到眼睛，我只能摸黑打。哦，竟然打中了！然后我怎么去找啊？我跟你一起走吧。感觉差不多到了呀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完了完了，丢了。嗯。啊，在这盖房子，盖房子也没什么意义。对啊，主要是需要房嘛。嗯。哎呀，摸黑打的路。没了。感觉我们得硬生生的，啊，所以白天，哎呀，这都经验哈。嗯。下一个任务。虽然玩过内测，但是。就这种任务模式就有点不一样哈，你这个战略你得稍微调整调整，嗯，就是白天多采集养食以及那个打猎哈。嗯，那我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几点？就是还没到天亮。两点啊，我们在这等到天亮吧。对对，你采集升级。嗯，我稍微整理一下我的补品栏。嗯，那你生个萤火吧，是烤肉。行。可可是不行是吧？可可是需要保温瓶。你为什么叫的那么可爱？黄豆呢？黄豆好像也不行。黄豆应该需要别的机器。嗯。电池肉。哎，狼。好好，那不行。死了。哇，我这个摸黑打这个还可以啊。嗯，不愧是天天在那个使命召唤里混的人。委屈你了，使命召唤里的枪在这拿剑。好，又多了六张毛皮。嗯，咱凑够了就给我吧，我像 NPC 一样等着你。凑够我就交。去给我杀十只狼回来吧，什么这种。对。哎，那边那这是小兔子吗？应该是小兔子。我看看，我的。我竟然没有剑。要我帮你倒吗？我倒。不。绷带扔一扔，倒太多绷带了。我地上扔了好多绷带，你要你就拿，不要就扔了。嗯。哎，剑做完了，兔子也不见了。我到处得引起感叹号。我就这么到处，不过夜晚养食啊，就是稍微发光哈。嗯。我地上扔了好多绷带，你需要就用吧。我是没事凑绷带长经验。哦。那个绷带那个
资源那个材料也不是什么，是吧？对啊，就是纤维啊，就我们走的这些纤维，我就没事粗绷带的。挺好。但是我能拖什么呀？剑呢？啊，对，还有我啊，我现在骂你。我可以拖很多这种，这个，扒皮刀。啊，我可以做骨质刀。骨质刀的话，剥皮产出。啊，多出50%啊！行，哦，多好多呀、啊！啊，然后要不要给你做这个镰刀啊？植物收割产出增加100%，就你、嗯啊、你割麦子啊什么的。嗯，我纤维什么的也得到更多。啊，我现在给你的装备升一轮吧。行。这个骨质刀我扔地上了哈。嗯，你往我这边站着扔吧，我刚才地上扔了一堆垃圾。骨质刀。你这身衣服好小。然后骨质毛，你看，把骨质毛扔了。然后镰刀，骨质镰刀，扔了吗？好，现在扔了。好，我在这先搭建房屋，然后你看到什么路啊什么的，你跟我说一声哈。哦哦，好。我先在这搭建房屋。然后我们今天在这块把一个屋子里必备的家具凑齐呗。把一个什么？这边有只鹿，我这边看到了吗？我点你拿火把。嗯，它过去了。好好，跑过去了，奔你去了。看着、嗯。加油！啊，他们是接受过基因改造的雄鹿，就是我们地球人在这没有毛皮呢，它，所以毛皮拿的少是吗？有的，啊，有几率给，所以兔子也会给那个毛皮，哦，就是有一定的几率，就毛皮就是那种没完好的那个皮就是毛皮应该，嗯，就看你剥没剥下来呗，嗯。我要是遇到狼，我就引回家哈。嗯。这边好空旷，我们应该在这儿盖房子。就离那个地方，我稍微拉远一点。我们不要带窗户了，没做窗，哎，行，带一个也行。筷子建了个小房，嗯，然后把篝火，那把篝火拿进去，啊，不会烧着什么的吧？你得小心。篝火，嗯。那我不做篝火了，我接下来做那个灶，来着忘记，篝火下一次。嗯。就是火灶。哎，这里没有水是吗？嗯。哎呀，我，那我们吃果子。果子，那得受采集啊。这里没有水源。我换那个。我给你果子，我刚刚出去采了一些果子。啊。但果子它，就是啊，四个。所以我们。好，我吃了31个才吐了多少点水？给予器你能做吗？还不行吧？不够吧，科技树给予器好像在下一层。下一层是吗？子狼，我先把这狼打了。给予
区雨水库得十级之后，那怎么办呀？我是那一刻。多找点只能。找我。以及快速完成任务，然后你去吧。你用那个镰刀割果子，是能割的多一些。对对对，我刚才全都是用镰刀。好像毛皮狼给的比较多。合理呀、啊，风险大。那啊。怎么了？看到你，然后看到一股移动的，然后。哎，那是什么呀？灾。是有些困难啊、嗯，但是关键他说的是简单模式还这么困难，我就哪有简单模式？他我们不是说就是说任务描述对啊，他不是说任务描述里面他说的是任务难度是 easy 吗？对啊，是 easy 啊，他没什么，但是他没有 easy 啊，他一点都不 easy 啊，我们落地又被狼啃了，然后好不容易牺牲今天活下来了，我们现在又缺水少粮啊、哦，粮没少。啊，我知道我、啊、看到了。看到了，我就一直收集了。没有看，但是就是把它加附近。反正我在这蹦，就在我眼前。我快速把这只鹿杀了。哎，就给了一个。这个床，以后我们到哪都得带着哈。嗯。只能这样了。嗯。就不能像什么其他刀具一样就随便扔，嗯，又满地滚那个什么啊，一种强悍而敏捷的地球山羚羊的变种。好，四十个啊，挺好。好了，拿回来。怎么没有火了？我在屋里面。哦，我知道。哦，吃几种可以长好几种吧。嗯。扔到地上吧，我来做床。嗯。看到了吧？看到了。然后皮革也需要是吧？嗯。骨头呢？骨头不需要。好了，你快速做完床，我们就去探测哈，就不怕发生意外了。嗯。咱俩是一起。你要哪个？哪个是我的？我要外头这张吗？啊。你设置复活点了吗？设置。啊。然后我们去那个扫描点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南瓜放到火里烤。我们走路过去吗？嗯。渴呀。路上采那是东西。好。没有水。所以赶紧走，那个路上。采那个野果、嗯、好，跟上。不关门吗？关吧，关上啊，关上。你在哪边？好，这、哦、你这个颜色好隐身呀、嗯、感觉这个衣服果然。哦，难道是在这山洞里面吗？哎，山洞里面倒说不定有水。哦， go go go，还等什么呢？不点火把吗？哦，是点。哦，天哪！哦，天哪！这什么玩意儿？哎，吓死我了！啊，吓死我！吓死我了！哎，他们还有远程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